最近在米兰待得很爽很爽，对不对小牙？小牙今天全程全素颜，然后也是对，全素颜还可以吧？还心里没有有什么压力没啊？没有，好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到乐高文具店，好吧？小姚说今天要带我长长世面，长长见识，好吧？韩哥关门，圣诞节第一天关门了。圣诞树，乐高的米兰大教堂，哦，好形状。然后呢？那玩意儿你放哪？啊？米兰抢劫最多的小街。啊但这个是七万一，但是这个是还没选，选完呀。不是，我没选。搞笑了吧这个？啊，这个有点搞笑。挺好看的。特别像肯德基的店吧，炸鸡店，然后我们来尝一尝。好了，作为全世界亚洲餐厅现在规模最大的店，怎么这么多汉堡啊？六个，哦，这个饭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来尝一尝。这是一个菲律宾的肯德基，号称菲律宾肯德基，你的酱饭的酱酱，这是饭。吃饭怎么在一样？啊？吃饭怎么在一样？我都会唱了，其实蛮好吃的，我感觉，我自己感觉啊，这个炸的不错的。好，开始。圣诞餐，知道名字吗？好看吗？我觉得很香，还是很壮观。进来啦！星座在哪儿呢？啊，这个是水果呀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又来到中国街啦。要吃萝卜，他说看哪个都想吃一吃，买一买。没有吗？
就是这么黑。大家想不到的。啊，这个蛋糕牛逼了，帅气。没有尼尔哥了啊，那有蛋糕吧？这个比上次你买的那个正宗一点，哦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黄一点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哦，他们没有给妈妈拍了吗？没有。记住了，阿伟。稍微想吃吗？哎，你们今天在买吗？烧烤店。三哥。在米兰最后一门啊。是你最后一个月，我没有哎。我没有哎。我明年可以再来的。我也可以再来的。要个水吧。嗯。韩哥为什么到对面去了呀？韩哥你为什么到对面去了呀？韩哥今天到对面去了呀，韩哥困了。哎呀，好烦躁呀！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把我一个人扔下，我一个人得去酒店拿行李。哎呀，烦躁呀！我们要离开米兰了，第一次赶上末班地铁，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一班吗？结果差点没赶上。啊，米兰火车站了。最后一班被我们赶上了，如果赶不上的话，呵呵，嗯，回不去了，咱们。看，我们刚出来，人家已经锁门了，锁门大爷刚走。朱公公为大家说结束语。来，我们结束这一次的圣诞节之行，然后准备回圣诞镇。四五天时间一下子过得好快啊，一下就过了。等一下，但是最近还有跨年啊，还有情人节呀、啊，还有过春节呀、啊，我们都可以再继续玩，可以再继续更新更多的视频，然后袋鼠袋子，袋鼠袋子，好了，袋鼠很实用，拜拜。